家人们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大灯的房子叫人偷走了，连狗食盆都给偷走了，谁他妈这么缺德呀，真他妈行啊，一个狗窝也偷，一个狗窝他也偷，给大灯他妈弄得没有地方去了。我找找吧，今天下了大雨啊，外面家人们，我曾经说过风雨无阻的来给大灯送饭啊，咱看看能不能把大灯叫回来。大灯，大灯，大灯，大灯！哎呀，这几个孩子跑哪去了？下雨天，大灯。大灯，舅舅来了。舅舅说过，下雨天也要给你来送鸡吃，哪去了？哎，真奇了怪了啊！你俩咋不打伞呢？哎呀，宁姐连伞也不打，你不浇湿了吗？看看家人们。我们来给大灯送饭，宁姐叫雨给浇成这样了，你看看。没事。你看看，这要感冒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家人们啊，我们来给大灯送饭，你看看宁姐被雨水浇的。看看。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宁姐就给它放这儿就行了，给它湿一湿，放在这儿就行了。哎，给肯定给宁姐得浇感冒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把它浇去。好更快。大灯过来，来吃饭了，宝贝儿。追他就追不上，他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看小黑，小黑进来了。他一共几个呀？小黑宝进来四个。来进来吧，黑宝。进来，快吃饭了，进来。对，给他倒地上去，家人们。嗯。吃吧。这个也倒过去，小黑进来吃吧。来。宁姐都倒过去，都倒跟前。这个倒这儿。放这儿，要别给他们放一起，要不然小黑不敢吃。黑白，吃吧，快吃吧。来吧，来进来，他叫啥？